开心加天下，斯文嘉宾主持享乐团，有傾有讲。好啦，继续翻到嚟嘅时候咧，要讲下呢一样嘢咧。我相信几位啊，即系头先我哋喺咪后啦喺度讲嘅时候，我相信大家咧应该对呢一个嘅课题咧会几中意咧，尤其是年轻人咧，我觉得一定会系比较喜欢去旅行嘅。咁啊，同埋咧，即系睇到今日啊有报章就话呢一个嘅暑假嘅时候咧，整体平均嘅旅行团嘅团费啦，罕有咁样咧，就系跌录到咧呢一个嘅跌幅噶，咁啊包括系1%至4%不等啦，而当中咧以欧洲白天团嘅跌幅就最大嘅，咁去到咧26%啊，至于话北海道五天团咧，亦都系咧跌咗话36%左右，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头先所讲啊，嗰个嘅欧洲团啦，8日团嘅话唔使10,000蚊，咁系抵噶喎。嗱，我想问下啦，在座几位即系自己中唔中意去到旅行嘅先？中意，应该我谂依家六位都应该系嗰个答案系中意，最中意边个地方？逐个讲下。我会比较中意东南亚多啲，我自己咧本身就中意东南亚地区多啲啦，阳光海滩啊，譬如话系泰国啊，最中意就喺苏梅岛，系。即系呢一，即系可以 show 下你啲肌肉啦。啊、又唔系呢啲 show 嘅，咁就系太阳啦，唔小心 show 咗出嚟。故意攋呢种件衫。即系，但系点解咁中意阳光海滩？系细细个开始已经系咁样。又唔系细细个嘅，可能真系好似你讲所讲嘅话，即系一健身就中意晒太阳噶啦。系啊，系咪呢两个系挂钩噶？可能系噶，因为其实你健身系一个。你一做運動嘅時候咧，你個人你會係生產啲安多芬噶嘛，會好開心噶嘛。咁我今日睇個新聞咧，你都講咗嘅，好似上緊堂咁。曬太陽你都會嘅，係啊，因為有呢、這個醫生有證實過就話，一曬太陽咧，你腦袋裡面咧都會生產呢個安多芬，係令到你會好開心，令到你會好上，好似吸毒咁上癮嘅，咁所以就會中意咗呢樣嘢咯。OK， 即係所以你就會係簡單嘅，係啦，泰國啊，東南亞地方啊咁樣，即係如果咁。其实呢啲去唔到好多日嘅，即系顶笼可能5日、啊。5日到，其实唔系嘅，可以去1个月噶。吓、啊，系啊，因为唔使点谂嘢啊嘛，就咁瞓喺度晒太阳食，跟住又晒太阳又食，咁搞掂晒啦。我觉得好闷啊！我最有唔同嘅喜好嘅，系对唔住啊！我最想去就系马尔代夫咯。马尔代夫、啊、，OK， 好啦。我除咗阳光与海滩之外咧。我鍾意，其实我鍾意一大班人去旅行嘅、嗯、去边都冇所谓，老实讲你话如果成班人去 relax 嘅又 ok 嘅，成班人去 shopping 嘅又好玩，总之一大班人，因为其实我鍾意，我以前就唔鍾意周围走嚟走去，我好懒嘅我以前、嗯、但自从同我呢队乐队一齐玩之后呢，跟住成日周围去玩呢，咁我觉得其实一大班人呢你去边都好玩嘅，咁我哋有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度做过唔同嘅表演啦、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咩都好，即最紧要系成班 friend 一齐去旅行咯。咁你最想去边度？我最想去，你走咗去第二度，走开嘅，系我最想其实去日本嘅都系啊，因为又有得食，又有好多嘢睇。是啊、你是不是那些、就是、有些人是、就是、每一年都要去朝一朝聖那些來的嗎？我又不是、啊、你不是我也沒去過日本，我沒去過、是啊啊、所以你很想去，我很想去、okay、另外外國咯，是就是要出了國那些地方，什麼叫外國的出了國、好難明白、好難明白、你這個但老實說不是真的的，我其实我由细到大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去南极、北极嗰啲地方睇极光嘅，即系我系好中意睇啲好大自然嘅嘢。就算我平时我跑步咧，我都系会开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嚟睇嘅。系系啊，我系好中意睇呢啲嘢，所以我就想去啲偏远啲嘅地方，即系嗰啲森林热带树嗰啲啊。系啊，据我所知，去睇嗰个。那些平台咧，佢系睇宇宙嘅，睇啲星球点样形成星火星。依家
以后都可以上大陆旅行团咯。睇我个人系咁噶，你都几即系好不着边际喎？你个人都个距离几大喎？一系突然间去咗宇宙就得啦。咁啊 ，Eddie 咧，咁 Eddie 咩啊？咦，即刻射个波俾人。我自己咧最深刻咧就去纽西兰啦，咁我去纽西兰咧，我其实就去咗好多地方嘅，我去咗睇火山啦，去咗滑雪啦，去咗One Tree Hill 啦，咁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就真系好靓嘅纽西兰，系啦。咁呢个你嘅即系最爱嚟噶啦，已经系。系即系最深刻咯，叫做系啊系啦。咁我自己最想去咧就系去非洲，咁我想睇下啲唔同嘅动物咁样咯。description 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受睇电视嘅影响。唔系，其实我 okay, 我最主要其实系我想睇一啲细路仔，我想去探访啊，或者我想去即系系啦，即系山区啊。我觉得你嘅唱片公司嘅同事可以帮到你，佢可能可以帮到你呢一样嘢。系啊，跟住你哋几位一起去到做一啲嘅探访。我陪你啊，我陪你，我都陪你，一齐有意义嘅活动系咪？系啊，一齐。但系嗰度可能未必有好多嘅女孩子啊，即系有隔篱学校嗰啲女孩子咁样。我哋都组团去，组团去。OK， 好嗱，咁我哋呢。嘅时候唞一阵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另外几位嘅队员嚟一齐去讲下佢哋即系中意嘅地方去边一度旅行啊嘛。开心加天下，思敏嘉宾主持享乐团。依家时间系11:51。热辣辣，好淡淡，想解渴又要有益，即刻冲入 OK 便利店买清热解燥嘅果汁先生竹蔗马蹄，健脾开胃嘅金桔柠檬，同滋润解渴嘅蜂蜜雪梨果汁饮品啦，好饮又健康，舒服晒。做生意要钱周转，揾预知信贷啦。预知信贷嘅商业贷款灵活多元化，不限业务类型，有冇物业都得，仲绝不影响你嘅信贷记录。中小企要资金周转，快啲打25926628倾下啦！放债人牌照号码10372013，视乎个别情况，本公司保留一切贷款之最终决定权。文说列车一平方米可以企六个人，但系你家阵一个人经已占据咗成平方米，嗱唔想俾人话你占地面积大咧，就即刻揾必胜站帮手啦。Ultrashake 无创融资，以聚焦超声波打散深层脂肪，即打27820550。亚洲三大珠宝展六月香港珠宝首饰展今日至22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过千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商参与展出。六月亚洲时尚首饰及配饰展亦在湾仔会展同期举行，欢迎年满18岁业内人士来临参观。想用科技击退多年腰背痛、失眠、关节痛，我家燕姐诚意推荐 Ampel 藏骨脉博士无痛热针灸运动，畅通14经络，松晒长期痛症，找 Ampel 藏骨脉博士，快打2992-0888预约啦。飞跃校园，轻松认识基本法2014，轻轻松松将梦想同基本法融会贯通。想听下歌手名人在邓镜波学校分享了什么正能量信息和其他活动精华，记得签实6月23号的寂寞一窝蜂和6月24号的开心加天下啦。好耶，又出新 model， 正啊，又有新 version 啦、啊。他们服务又好了 ,very good 啊。香港 IT 界进步神速，全靠你和香港电脑商会及新城资讯台合办的香港电脑通讯名牌。香港电脑通讯名牌2014现在接受提名啦。将你的心水电脑产品、服务、通讯、影音或商业方案品牌电邮至 itawards2014@metroradio.com.hk。你随时得到新城音乐会门券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有好嘢梗系要同人分享噶啦，快啲提名你心水的品牌啦！新城数码音乐区啊！水下面合法针拉过，情也怕淡可修补，自然没信心也可否达到。变大又得，变高亦得。成世事总想更好，偏偏偏偏反衰老。变靓变瘦变后生，马家军 featuring 占士。事发马尼红迷。Money Hong， 想听更多好歌，立即 download 新城音乐娱乐 app， 记住新城数码音乐台啦！开心加天下，思敏嘉宾主持享乐团，有倾有讲。
跟住翻到嚟嘅时候，嗱，头先咧，我哋就同响乐团咧，其中三位嘅成员咧，喺度讲咗佢哋最喜欢、最想去嘅地方啦。好啦，我哋而家继续啦噃。好啊，我系 Jo 啊。咁其实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我之前喺上网上边咧见过一篇文章啊，讲过一个旅行咧，其实系分咗三个小旅行嘅。首先就系旅行之前嘅一个计划啦，即系 planning 去边度。喺个脑里面已经谂啦。你要谂定啊，我要呢一日去边度，去住边间 hostel， 或者系即系再搭咩？交通工具咩车去第二个位置咁样，咁跟住第二个旅行就系会去到当地啦，即系即系发生紧啦。跟住第三个旅行就系翻到去香港嘅时候，你睇翻啲相，回味翻嗰个旅行。咁可能一个旅行本身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咁但系加埋前后咧，可能系半年都可以有效果嘅，即系嗰个开心嘅效果。咁我最记得嗰阵时系我啱啱大学毕业咧，咁就去呢个毕业旅行。咁就我哋就即系成班同学咁咧，就计划咗去欧洲。咁就变咗咧，就系喺呢个好似系七月出发咧，我哋四五月开始就要去 book 机票啊 ，book 啲 hostel 啊，即系有啲咩平啊，又要方便啊咁样。咁啊计划去咗唔同嘅国家咁样嘅嗰、那个成个成件事咧，即系到而家都。几年啦，即系仲系好记忆犹新嘅，即系啊，我记得嗰时喺去巴黎嘅铁塔嗰度又做啲咩事啊，即系啲好靓嘅风景啊，见到当地好多啲人系即系好热情嘅感觉啦，即系巴黎系。周围都啲人喺度揽揽石石咁，发觉香港真系好避忌嘅一样嘢系嘛，但系喺欧洲系好常见。系、okay. ，你讲咩啊 ？Eric， 我记得见到有好多嘅都系咩？好巴黎嘅香港嘢，喺地铁嗰度。所以我觉得见到有时喺地铁见到啲情侣咧，好亲密咧，我觉得 OK 嘅其实。巴黎系啊，巴黎系啊，咁所以我几中意欧洲嘅，即系因为可能同学阿 Eric 话斋，即系同即系香港比较远少少咧，即系。即系远离烦嚣啊！即系将自己工作压力可以真系去咗外国，即系真系真真正外国。即系个语言周围啲文字自己唔系好熟悉嘅时候咧，尤其是唔系英文嚟噶嘛，有啲系即系意大利啊，嗰啲法文嗰啲，完全睇唔明，读都读唔到嘅。咁变咗系个感觉系好开心嘅，即系新鲜嘅地方。OK， 好啦，可以再安排个你即刻可以去到。系啊，而家好抵啊，10,000蚊唔使啊，但我中意自由行多少少。OK， 好啦，主持咯。我自己比较鍾意去嘅地方呢係全世界唔同嘅游乐场同埋、okay. 全世界唔同嘅一啲好玩刺激嘅地嘅新起嘅设施呀。OK， 例如好似攞个 sample， 譬如日本嘅富士急啦、或者去欧洲地区嘅迪士尼乐园啦，咁、样我都会想同一家人咁去，因为我好 enjoy 就係呢我比较唔係咁中意去 shopping 啊，成我比较中意去见识，去玩啲刺激嘅嘢，即系可能去到可能譬如澳洲咁样，会有一个海盗船系调转晒360度，正调转咗咁样嘅转嚟转嚟，咁会好刺激，同埋有一个好高嘅跳楼机咁样，我好 enjoy 去呢啲咁嘅。同你一齐去嗰啲 friend 一定要真系个心脏负荷啦，要够胆先，即系不停要咁样玩嘅时候，啲friend 全部都有晒心脏病去，系咁玩刺激，唔想做朋友啦。OK， 好啦，另外咧，我系当啦，咁我就。最难忘嘅一次呢，其实去去关岛啊。係。因为我自己呢觉得呢人生呢一定要玩一次呢，至少要玩一次 skydive 嘅。咁所以。唔够胆玩，我嗰次去关岛我係唔够胆玩。好好玩嘅，你玩完一次之后你会上瘾，你会想玩多几次。我见到你块面型扭曲啦，玩 skydive。係啊。完全个口呢擘大咗啲风系咁入嚟。但呢即係嗰、那个即係大家都有玩个跳楼机啦。咁其实嗰个离心力系我諗系around 三倍左右啦，咁其实过咗三秒到就已经系冇咗啦，即系已经系 OK 嘅啦，已经会觉得好兴奋、好开心噶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嗰阵时系好似系要去其中一，即系喺嗰个学校嗰度，系唔知要上半个钟头堂啊，定系点样样嘅，即系总之要上一阵堂先啦，跟住先至可以飞你上去咁样样噶嘛。系啊系啊，佢、有条片俾你去睇啊，应该个姿势应该点啊，但系都我谂十零分钟到啦，咁跟住佢就会有个
有个导师，即系同你绑埋一齐就拱你落去噶啦。唔系，但系几靓，即系我哋即系譬如喺地面见到嗰阵时啊，见到嗰个情况系几靓啊。咁啊，头先啦，几位就已经讲咗咧自己好想去嘅旅行啦，希望啊，即系你哋嚟紧嘅时候啦，继续可以咧喺你哋嘅旅行当中咧攞到一啲嘅灵感，继续作一啲嘅新歌俾我哋听啦。好啦，嗱，今日咧即系唔该晒响乐团。